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4月19日讯，在12进8的季后赛单场淘汰赛中，四川91-93惜败青岛，遭到淘汰。四川新秀朱松伟更博告别赛季，朱松伟写道，带着遗憾结束了自己的菜鸟赛季，感谢教练，感谢前辈们，队友们，第一年就让我感受了季后赛的氛围，这将是我职业生涯宝贵的财富。人生没有如果，比赛不能倒带，把满心的遗憾转化成全部的努力，下赛季我们会卷土重来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好，加油。朱松伟本赛季常规赛场均出场21.1分钟，能得到9.3分、3篮板、1.4助攻。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